全新单关手游类型手游哦，开始就主线接一接就可以了。凯因斯等一件绅士勾起来，是否跳过引导室？然后呢？一开始不会完先按照主线啦齁。零住两级。好，这边是我的那个界面哦。全新单关手游。不过它的类型就是变这种英雄风格的啦，没有像以前那个什么都可以跳过。魔法师，然后这边有时装哦，你们偷看一下最好的时装好了，因为其实我有点忍不住想要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这部影片就直接给你们重点了。过了吗？可是我记得它可以长按升级，但是它可以加速的样子。